龙特库摩最受欢迎的真三国双系列，最新第六代预计2011年3月在日本地区推出 PS3 版本，不过日本以外的地区将会跨平台，目前以欧洲地区也预计2011年3月同步推出 PS3 与 Xbox 360版本。而真三国双六将收入系列作以来最丰富的游戏内容，并支援 3D 显示功能，游戏背景也将从之前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故事，首次延伸到近代统一天下的剧情。另外，这次真三国双六使用了全新技术，导入了无接缝处理，将游戏动画与实际游玩顺畅连接，同时加入了武器变换系统，能在战斗时切换两种武器等，让整个游戏内容更一气呵成。